刚才拢讲你牛背啊，但这这笑咧对哇吼。邱启明，邱里长，掌声鼓励鼓励。还有，我终于看到本人哦，即将不离啊岁月哦。那高雄市的市议员陈美娟，陈议员来掌声鼓励欢迎，以及在场的所有长官贵宾，我们再次的欢迎大家哈、哦。对，因为他名单还没有在我的手上，我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对不起。最后一次，先到我们门口坐的地方，谢谢。所以我们各位媒体先生小姐要开放电的话，请大家赶快。谢谢谢谢，好，对，张丰恒议员拍手，我都拍手，拜拜。黄石龙议员，还有我们的林芳如议员，跟大家谢谢，还有就是李雅静议员，谢谢，感谢你们，谢谢。好，以及呢，我们也今天也是比较紧张的，就是我刚才第一区的农会哦，这个地区的农会，那包括有李区长、李区总书记，我们有非常多的长官贵宾。谢谢谢谢，那也感谢小姐，这是在内都有点会农会总干事苏春湖苏，因为名单很多嘛，他们在这里呢，如果有漏掉的话，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好，我们现在市长呢，现在是在我们的物产馆的位置当中。好，现场各位朋友，我们院民会移到中间来这边，对，会移过来了，因为等一下马上要进行，你们要在这边这位置吗？谢谢我们再次掌声鼓励，欢迎市长，市长好，请第五课，谢谢。再次感谢来自电变隆重的参会，把高雄的所有的隆重人也汇集到我们的现场。同时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我们许多的贵宾，我们这边大家看到就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林建宇局长，这个是我们的副院长，都是大家挥挥手，大家好。这时间呢，我来介绍一下哈，我们高雄的农业达人哈。好，这是我们的农业达人金黄，农业达人金黄，黄金黄先生，来，谢谢，来掌声鼓励欢迎，谢谢。那个我们来了哈，镜头来，我告诉你来哈，杨义子，来，你的节目哈，那个我的林青山先生，那个我记名了，现在就是你来哦，林明贤先生，欢迎。还有就是烹饪达人。吴先生，还有蔬菜达人朱冠宇先生，蜜枣达人苏文才先生，蜜枣达人，还有稻米达人，能打工快进来哈，陈嘉诚先生，然后陈盖后脚练步达人陈金光先生，我也很多哦，然后哦，直播起来很乖哈，周瑞斌先生。
世界终究是团圆在一起。哇，还有我们高雄物产馆的吉祥物也在现场，好可爱哦。所以大朋友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连线的节目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要来进行我们高雄物产馆的开幕仪式了。那么接下来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的介绍，尤其那么我们所在的地点高雄物产馆的食材的物质当中呢，这地点非常方便，不是家一家而是高铁哦，直接下了交流道就可以直接带着你的朋友来到高雄物产馆，在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哦。好，我们看到呢，这是舞狮哦，那这里舞狮啊，够我带点吉祥物，今天我够勾追哈啊。接着下来，我们还有三太子的表演，对吧哈？要够三太子的表演，对。哎，现场的朋友，我们再次掌声鼓励欢迎盛祥门龙狮战鼓团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小朋友，让个位置哦，来来来，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来小朋友过来一点点，来谢谢，好，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咱的三太子哦，非常可爱，咱这嘛上该出名了哈，国际上最出名的咱的电音三太子，就是我们台湾出发的哦，好来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哦，好，今天我们现场呢，一起来到我们的高雄物产馆，就是要隆重的来进行2022高雄物产馆连潭旗舰店的开幕。好，那么现场各位媒体先生小姐，请大家呢多注意一下我们的画面哦。好，对，好，是再次掌声鼓励鼓励。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拍拍手。哇，上面的朋友很热情哦。之前多勇仔跟盛祥门龙狮战鼓团从五甲来到莲潭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共度。掌声鼓励鼓励，还没有结束哦。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拍拍手、打拍子，好不好？谢谢。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农业达人哦。我们现在先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一起来欢度我们今天现场高雄农展馆的隆重开幕哦。Thank you.
再一次掌声鼓励鼓励，金山太子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好，看到金山太子为大家带来的演出啊，谢谢大家。在我们今天现场参加呢，看到我们现场进行的是高雄物产馆为大家带来的，这是隆重的开幕仪式哦。谢谢。再来美国用得哭，那美农会常务监事李清正，李常务监事来掌声鼓励欢迎，谢谢。哎，今天是咱9月30，也是咱农历的8月15，就是咱的中秋佳节，也是咱今仔日咱高雄物产馆的旗舰店的开幕的好日子。我嘛要特别来感谢咱所有的学区内咱的兄弟农会，对咱物产馆所有的农产品的无中断的供应。今明暗，我代表高雄市农会，嘛要来用这个中秋夜来感谢咱所有的咱的议员对咱市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多谢，讲伊敬听咱的市民朋友，啊，在场咱这四大乡亲父老，今仔日是中秋，首先爱祝福大家人中秋快乐，月圆人圆，大家团圆。今仔日是咱高雄物产馆，咱的莲潭旗舰店正式开幕的典礼。首先，我爱足感谢咱高雄市议会，咱有遮济议员来遮，甲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来甲伊阿乐鼓励甲赞声。我伫遮足感谢，我照这名单。咱感谢李慧慧议员、陈丽珍议员、林银龙议员、张宏腾议员、李雅静议员、陈梅坚议员、黄石龙议员、李梅珍议员、周宗赞议员、林芳如议员，安尼感谢还有议员。有陈美娟议员有讲过啊，有哦。啊，我想伫遮，我嘛足感谢今日咱市府团队，咱农业局伫咱老副市长，讲严格歹听，讲真，啊嘛是严嘞，吼、哦，很严格的监督之下，咱农业局刘副市，咱伫咱刘副市长的督导之下。啊，今仔日农业局，甲过去40年来，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所扮演的角色，拢总无同款，加积极进步，站伫农民的立场来思考。我足感谢老副市长，感谢咱农业局蔡富进局长所领导农业局的团队，追求创新。追求进步，创造卓越，来感谢伊。啊，今仔日嘛足感谢咱所有今仔日民政局曾之文曾局长，咱的民政局局长，甲咱各区的区长。啊，我足感谢咱各局处的局长。啊，今仔日我都无一一称呼，但是伫遮。爱甲咱所有咱的区长，嘛甲大家努力多谢。但是今仔日我感觉咱高雄地区，咱的所有的农会总干事、理事长、商务干事，大家拢总到位，甲咱农业局做足大的鼓励。咱农业局要甲咱所有的农会合作，要为咱所有的农民。
追究相关的权益利益。啊，我想啊，无咱地区所有农会，咱的所有理事长、总干事、乡干，大家人甲咱农业局合作。我想今仔咱农业局无可能伫县市合并两冬的时间内底，会当甲咱农民、农民的利益、农产品的外销等等，创造这好的成绩。要感谢咱农会三巨头，咱的农会理事长，咱的高雄区地区，咱的李清赞，咱的清赞兄常务干事。我想咱今仔日来的所有的每一区的农会，我想我都无足济大家啊！我想我请今咱的市民朋友，甲咱各区的农会总干事、理事长相共一个掌声，感谢伊甲咱高雄市政府同齐为着创造农民的利益，大家同齐打拼。我嘛伫遮要甲咱的会使讲足济敬咱的芒果，咱的金凤节啊，啊，搁足济农业农产品。诶，所有上高精做甲上好，咱的各种农产品的达人，可能拢伫遐待咱的待卡。我们给我们高雄市各个农业农产品足优质，创造咱高雄农业的荣誉。我们这些达人，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谢谢他们。要感谢的人足济。但是今仔日开幕，咱的高雄物产馆这个旗舰店，对高雄市政府来讲足重要。咱伫左营高铁站，啊，搁伫咱中华邮政总局，咱嘛有设立物产馆。但是这个物产馆会使讲是旗舰最重要啊，所以讲我想咱大高雄地区优质的农产品。包括新鲜的蔬果，咱加工的鲈鱼、鱼产品、冷冻的鱼产，啊，咱农民的会使讲用心的耕作，啊，咱的所有养殖的上好的物件，啊，上新鲜的食材，拢送伫遮，拢伫遮，拢会当买到。如果咱外地观光客来高雄，你讲到底高雄的农产品？高雄的伴手礼是啥？伫遮你想会到的拢总有，啊，佮保证上好、上安全、上新鲜。啊，我想咱莲池潭这个所在是咱高雄对外足重要国际的观光、国际观光的地点。我想咱高雄市政府伫两年前，咱的这个空中廊道，啊，我想予咱。在那边要走到这边可以说很安全、啊、再来我们莲池潭的历史文化周遭的宗教信仰都可以说是我们高雄很多元很丰富，所以说我们莲池潭是我们高雄的宝、啊、我想我们在这里来用我们本来高雄风景管理所市政府开很多钱给它很大很大的征收，感觉上好的所在献予咱高雄的农民，我感觉足有价值。啊，后来做个旗舰店内底，除了应有尽有的农产品以及商品，也要伫遮甲大家报告。我想咱的农产报告，产地直接送来甲遮。咱伫这个旗舰店，咱做一个足好的服务，从每一项的农产品。拢爱经过咱的筛选抽验，无农没有农药的残留，伊才会当上架。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讲，予咱所有的观光客、市民朋友买了真安心，食了真放心。啊，这予咱每一个市民朋友食到安全的农产品，我感觉这是市政府的责任。咱未来希望咱高雄所有农业、渔业的发展安全、安全、安全的把关足重要，所以讲我希望咱的农业局、海洋局
伫这个部分，一定爱甲咱农会合作，啊，甲产销班合作，甲咱足济咱的渔民朋友合作，一定爱互咱的农产品、渔产品安全，安尼这个部分才是高雄的特色。啊，当然这个中间二楼嘛有厨艺，啊，佮 DIY 的教室等等，啊，这拢是咱伫这个农产品行销的过程内底。啊，甲咱遮个所有市民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去体会农村的生活、农村的文化。啊，我感觉这予大家人来遮佚佗，除了买物件，啊，事实上嘛会当予咱的囡仔知影讲农村，啊，佫有足济对咱农业有贡献，啊，有足济足济真济多元的设计。啊，这拢是感谢咱高雄区农会的用心，啊，今仔日的开幕，啊，我感觉这未来，咱希望这个广场，咱的威风四起，咱这所有认真打拼、足坚持理想，咱这小农朋友，因后摆嘛是会固定拜六礼拜固定伫遮，啊，互人知影威风四起有机的产品。在高雄市客委会，在高雄我们原来的凤山本来就有微风市集，客委会的广场，包括今天我们高雄物产馆的这个广场，我们都愿意提供给为了我们农民努力每一位在所有农民朋友。所以今天就感谢咱地方的时代，啊，大家人很欢喜讲，今仔日拄早起日时，到即摆渐渐要暗，但是咱的人吼，人潮拢是安尼叉叉。啊，咱的所有农业局，咱蔡局长，啊，搁咱高雄区农会辛苦的工作人员，大家人拢笑嘻嘻，大家拢足欢喜。希望即摆叉叉的人群，逐工拢安尼。咱希望所有农民辛苦的工作，农产品、渔民的渔产品，啊，拢透过咱大家人，该靠大家人口耳相传，啊，让咱高雄物产馆生意更加顺遂，啊，大家人农民的农产品生意更加好。所以今日我伫遮，啊，甲咱所有伫这个过程内底，安尼甲咱做足济心力。包括经营的高雄区农会，我们再一次表达我们的感谢。高雄市政府愿意甲各区的农会，愿意甲咱海洋局的渔会，甲咱每一个人共同政府甲民间共同合作，予咱的农民、渔民伫这个时机接摆的过程内底，有一个较安定、较安定，会使讲即款的生活。所以今仔日市府团队再一次甲在场所有士大夫老，啊，包括咱的基层里长、咱的各区区长，啊，我们各种农业达人，我们各区的农会三巨头，啊，甲大家讲多来多谢，嘛感谢今仔日咱这么多议员来遮，来甲咱表示对咱农民的支持、渔民的支持。啊！我直接再一次甲大家讲，努力感谢，感谢大家，中秋快乐，多谢。谢谢市长，哎，市长请留步啊！来，感谢咱的市长哈，市长啊，我们接着下来要进行我们的隆重的开幕仪式哈。除了邀请我们的市长，那么同时也邀请到我们的副市长刘世芳，刘副市长。哎，市长，我们一定要在哦这边来啊、哦！大家可以看得到，哎，市长来了，又看了咱的高雄。高雄物产馆看到很多很多好吃的好吃的好料哈，对，好，是我们现在呢也要邀请到我们的副市长刘世芳，同时也邀请到我们所有的议员以及我们的农业达人黄金黄先生做代表，以及高雄市农会总干事萧汉俊，以及这是高雄地区农会常务监事李清赞。同时我们也邀请到我们农业局局长蔡局长以及民政局局长曾局长到我们台上来进行我们的仪式。好，我们一起先上台。好，各位媒体先生小姐，我们可以到我们前面的舞台区这边来，来，我们
注意安全哦。这边我们月饼要上台，月饼要上台哦。我们有一个全高雄最大的月饼，好，我们可能要让一下位置哦。好，在这边，那我们请我们现场的所有贵宾。好，我们同时要进行三个仪式哈，报告大家盖小姐嘞哈，有三个仪式，包括我们要释放空飘气球，也还有看到咱的上盖大、上盖赞的超大馅儿堡月饼，还有市长要邀请大家，我们在现场来中秋节哈，不要要在现场来烤肉，要来烤肉，谢谢谢谢，好，请大家。是我们请媒体先生小姐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画面，注意安全哈，注意到自己安全。好，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拍照好了，先拍照好了，我们市长这个位置先拍照好了，好，市长的这个位置先拍照，我们先看中间，先看中间，好，哪边挡到了，好。好，再来 ，OK， 好，拍照这样子，画面可以了吗？好，我们把画面保留给我们摄影大哥、摄影机大哥，好，摄影机大哥，各位现场朋友以及我们现场要进行三个仪式同时进行哦，包括呢有释放我们的空飘气球，以及切超大的馅饼月饼，哦，这蟹堡月饼，还有我们台上要来烤肉哈，各位在现场的朋友，好，我们一起来倒数十秒哦，各位现场朋友，我们一起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高雄物产馆隆重开幕，2012高雄物产馆莲潭旗舰店中秋庆开幕仪式。我们看到呢，高雄我们在地的所有的水果，同时呢，我们现场呢，好，市长，我们一起来烤个肉啊！你看看，今天中秋节，哎，夯吧，这里哈，一人来拿一串这样子，够够足耶哈！丢丢丢，谢谢。好，我们看一下中间镜头啊。我们有高雄最大的月饼，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有现场的千人烤肉聚会哦，在中秋节，2012高雄物产馆莲潭旗舰店中秋庆开幕。这画面可以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好，现场朋友们再次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以及贵宾。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市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超大的月饼啊，以及我们农业达人到底来跨界的，哦，那这个画面可能没有拍到哈。好，再来往这边拍月饼哈，拍月饼，好。他移交到我们月饼的区域当中，好好走到月饼的位置，可能到顶来，到顶来哈。好，好，市长在中间，那其他的长官呢？帮我们找个位置。师傅斜一点，斜一点，好。好，来，现场所有的朋友，在台上的朋友注意听我说，我们看前面，看前面，看同一个方向，看同一个方向，好，看同一个方向哦。谢谢，掌声鼓励鼓励，注意安全哦。好，再次感谢我们的长官贵宾，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保留时间，那么要让我们的市长呢带领着我们大家，跟我们大家一起到高雄物产馆里面呢好好的来参观选购，那同时呢在现场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节目呢持续的为大家来进行，今天是我们的中秋佳节，我们也特别帮大家安排了许多非常精彩的节目，再次感谢我们的农业达人。